喂，啊，好，知道了，谢谢，谢谢。老板，哦，我今天想要提早离开，因为刚医院打电话给我说我妈今天可以出院，我要去医院接她回家过年。出去吧。谢谢老板。正月初一头一天，他给你讲的，哎，他给你来了，谢谢啊。灯彩跑出香莲田，当混接个冷灯枪蹦枪，跑出香。我要去医院接他回家过年。爸爸妈妈，你放心，姐姐会保护你的，真的。哎呀妈！这刚你好嘞，谢谢老板。啊，再得过年啊，这红包好嘞哦。谢谢老板娘。今年恁小弟有转来无啦？以前恁妈爸母也无伫咧了啦吼。啊，恁小弟啦，拢是咧过去读册啦，马路人影本无看到啦。做工做工，趁钱趁钱啦。一个个人个做本无讲看大字个，上课啊是无去，过些找转来做。亲人也无去咧。啊呸呸呸呸！明仔就是过年了啦。我就安尼啦，我载你过来我厝走，食一个团圆饭啦，食恁讲定啦吼。去，团圆饭，团圆饭，这包杂饭就是我的团圆饭，家人朋友，郭碧冰就是我的朋友，每天找我拜年的。早上出门明明有关灯的，为什么灯还亮着的？哇！哎哎，姐，是我。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哎呦，这么久没有回来，去了哪里哦？现在才跑回来，多年了，现在才回来。人为了一生的辉煌而追逐名利，却忘了身边最珍贵的是亲人。别等到失去了才来想要珍惜。我回来了，你呢？阿林小弟，我们吃饭。什么味？很久没回来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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